这个黑鬼是养到现在最皮的狗，绝对无人能超越。妈妈，我可爱吗？你看，外面湿的，老头冲过了啊，现在还是湿的，不能出去。再过一个小时就能出去了，好吗？现在不出去啊。做个艾灸，最近沟通一直是低着头看照片写字，颈椎特别的难受。再泡一杯咖啡，一天的好心情就此开始了。到家之后，我们的狗子就是到处跑。好了，宝宝们进来了，小便想好就进来了，外面太晒了今天。来，发财，发财，嗯，小美好，发财也进来，很好。今天是兔肉鸭胗和大鸡腿，库存全部消耗完了。刚才山姆下单买了点牛肉和鸡肉，再加一点冻干，我要强烈的推荐下，这种小包装特别的好，很容易捏碎，我是非常的满意。抗炎好物姜黄椰子油，蔬菜冻干，今天没有蔬菜。发财不喜欢，我喜欢的牛肝菌汤。小美的钙，鱼肝油。发财保护关节的蔓越莓粉，香港脚必备，没有再复发过。我们今天吃饭有零食吃，好吧？吃什么零食呢？每个人自己转一下，转出什么零食吃什么零食。发财来，来，发财来，过来。咦？过来，过来，哎，过来。发财来，你来站一下，来。咦，发财你哦，鸡脖很好，发财赚到的是鸡脖。来，陈小美你去转一下，你赚到的是什么？来，你赚到什么零食就有什么零食吃。来，小美来，小美来，小美，小美来。小美来站下来，来来来来来，咦，哦，小美真的是我减肥没有吃的哟，手，小，哎，干什么干什么？本来小美赚的是金枪鱼，被发现碰了一下，那就是减肥没吃。好，就这样。那我们发财就吃鸡脖，好吧？陈小美也没办法了。我们吃饭了，好了，发财的鸡脖。小美，谁让你赚到的是减肥不吃啦？反正我也不认识这，你说啥就是啥。我赚的是什么？怎么会是减肥？你也该减肥了，屁股那么大。好倒霉啊，运气真差。这个鸡脖也很普通，没啥特别。下次我要赚小笼包。这次国庆没有旅行，所以决定过年去三亚。年年喊着去三亚，结果一次也没去。买架飞机，我不坐车，时间太长了。胖子去哪我就去哪。我还没吃完呢。好吧，我不吃了。
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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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